我是黑羊小。那个，我可以问一下指挥官你的名字吗？问了。还真是奇怪的你。警告警告。随着时空震荡，还什么震荡？算了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这里是哪？人？这里？黑羊小队。你知道我们小队？我是一切的开始。维利，小心你面前这个不明生物，刚才出现时空乱流，然后他就出现了。显示啊，我只是对人类的感还呵呵，你真的是次元兽又出现了，我这就过去。调查什么的。
手驱逐完毕。我是维力，是何。好的，一击必杀。接吧，嘿呀，燕前辈，这是信号机啊！别敢过！次元是你的机器物。维力来，还没交出。